不要再逛网拍了，不是说要吃饭吗？走了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我在想到底要买这些洋装啊。哎，你先吃啦，饭都要冷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买这双鞋。好想买哦。你要不要买上那个蛋糕卷？快哦，快哦，再三个就免运了。啊，好，拜拜。你要买就自己买就好了，花那么多时间揪人，又没有比较便宜。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省钱吗？不然也是要帮大家省钱啊。我不学我过的奖，我怎么选择？但是我的都是自己人。好。嗨。嗨。你这衣服是夏季限量款，就知道你懂了。等等。你这个包我看超久的，是不是超美的？看起来跟一般衣服包差不多。我看不到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买这么多包裹啊？这些都是你的好吗？我这星期不在，记得我没有买东西啊。对，都不是这星期的，这个是上星期的。上个月的都有，还有上上个月的，记得这个吗？把这个都当灰尘了，连去年的都还没有开封，还有五年前的。这件衣服你不是有了吗？哪有啊？反正买到重复的可以退货啊，退货又不用钱。那这些都可以退吗？哇，舒华 baby， 你看这件裙子好不好看？这也太贵了吧！哦哟，人家是问你好不好看嘛。好看是好看啊，可是。Shut up。好看就好，价钱不重要，买，超好看的。哎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好像买太多太重了。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再买了。等一下，那是大特价。我不学我过的奖，我怎么选择？反正我的都是自己人。小姐，您今天的消费金额是1487元，请问你要刷卡还是付现呢？当然用卡结账啊，有红利回馈才划算。而且每礼拜刷卡有送小礼物，搭配 APP 酷碰券就可以从1487变成999哦。哇，你也分析得太详细了吧？当然啊，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。好的，那就小姐借一下信用卡哦。用他的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是该存点钱了。宝贝，你好棒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决定只用现金买，对，这样信用卡就不会刷爆了。啊！我不学我过的奖，我怎么选择？反正我的都是自己人。玉婷林小姐，有你的包裹。这上面不是我的名字啊！哦，抱歉抱歉，我跑错户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名字啊？小姐，我上礼拜每天都来送你的包裹，你觉得嘞？哦对哦，哦慢走哦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 舒豪，我的最新单曲《不为谁》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喽，然后最新的 MV 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看得到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 Facebook 上面搜寻 H A O R 舒豪，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了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